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全的肥业的高然。今天是2022年的3月17号，我们来到了冰川的州城交易站附近。张老板的地里。张老板你好。那个我们这是第几次使用我们大全头啊？我用了2次，第二次了，现在是。你感觉效果怎么样？好呢吗？那主要是体现在哪一方面？你看它用过以后，这个叶片是不是厚度也够，然后比较油腻，然后这个怎么说，它就是感觉什么元素的也不缺了，是不是？然后叶障也比较大，像这个花穗你看一下吗？这个花穗也就比较肥了，现在嗓子也散得开嘛。其他就暂时这些吗？那是咱们现在就是你在用肥的时候，我们大全豆你是怎么样一个使用呢？我单独使用嘛，就是每亩地10公斤。单独使用啊，单独使用。他们加那些氮磷元素的使用肥和复合肥是吧？没有加就单独使用每亩地10公斤就已经能达到这个效果了。那当时你说怎么想的，就是单独使用，因为我之前跟你说过，我说复配的效果更好啊。对，但是你现在是单独使用，这个是怎么想的呢？就是想看一下它那个效果嘛。然后就单独使用了看一下，第一次下去以后我就看到有效果了，然后我就说再接着就第一次看一下那个效果到底是不是真的挺好的那一种。其实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对，但是只有说咱肥料用在地里以后，真的就是只是用我们大拳头才能更好的看出我们这款肥料对于咱们这个葡萄这个作物的一个就是效果嘛。咱们现在这个种的是克伦生是吧？克伦生啊，那现在的话马上到了一个开花的时期了是吧？快开花了啊。那下次用肥的是什么时候啊？下次用还有几天嘛。还有几天？对，还有几天。行，那我们就是再继续观察它后边效果，也希望那个张老板今年那个葡萄有个大丰收。好嘞好嘞。好。谢。大拳头，让全球农业增产增收，加油，加油。